经济出来了。是的，你要猜对了才有。我也看不出来。这个太快了，这怎么听得住？我都看不出来的。都看不出来了，肯定看不出来。你看又有金鸡，金鸡一旦出来的话，它肯定会持续出一下子。还是想让你把这个阶梯奖。给你个机会，让你打出来。啊，可以了。对，加油啊！这个反应能力，就是反应的速度一定要快的。千万不要砸中炸弹哦！除了字母金鸡，每一张可以是代表三张彩票。不行，还差三个字母呢。